琉璃王子的愤怒，释迦族的最后。距今约2500年前，印度北部繁荣的居萨罗国都舍卫城，这里是王宫的里面。让我进去。不行。母亲，我求求你，拜托好吗？不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准我拜访母后的故乡呢？请告诉我。争执的是此国的王妃与王子，琉璃王子。他受到王妃强烈的反对，向国王波斯匿投诉。父王，我外公真的是释迦族的长老吗？那还用说吗？他是血统高贵的释迦族中家世最尊贵的摩诃罗曼，就是你母后的父亲。父王，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，而他也从来没有写信给我或者送我东西。说的也是啊。我觉得好寂寞哦，我好想去见一次爷爷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，也想亲眼看着母亲长大的故乡迦毗罗卫城。父王，求求你，请让我去迦毗罗卫城吧。好吧。国王，怎么了？你到底担心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是担心旅途危险。那就这样吧。将军，是你保护王子过去。遵命。就让我军的总司令，论武功无人可以匹敌的迦罗将军亲自保护王子，这样你放心了吧，王妃？是，我放心了。我会替你准备很多的见面礼，明天下午就可以去了，王子。是。在琉璃王子的快乐之后，王妃一个人担心不已。王妃写信联络迦毗罗卫城，信上是这么写着：王子要过去那边，请别让王子知道过去的秘密，拜托大家了。隔天，离开王宫的琉璃王子，经过舍卫城郊外的奇缘精舍。世尊，这是世尊与众弟子居住之地。此时，世尊正向众人说法。你要出去吗？是，我要去迦毗罗卫城。我要去拜访外公还有亲戚。我记得您也是迦毗罗卫城出生的人吧？听说您是那里的王子啊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我很久没见过摩诃罗曼长老了。啊，请你代我向他问好，路上小心点儿。是，告辞。是一位很坦直爽快的王子。坦直的树容易折断。哦。而且他性情太过激烈。希望王子以后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。启禀王子，迦毗罗卫快到了。终于，王子一行人抵达了迦毗罗卫城，以摩诃罗曼为首，由释迦族的长老们出来迎接。可是，您就是外公吗？王子嘛，我是您的孙子，我终于见到您了。来得好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。哦，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。我这么低头，怎么都没有人回礼呢？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请告诉我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身份高的长老，所以他们不习惯向年幼的人来低头啊。那么年轻人都在哪里呢？我一直很期待跟自己同年的表兄弟见面呢。你来的时候不对呀，正好他们出去乡下玩了。出去？明知道我会来，他们还出去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先休息吧。对面备好了酒席。我要回去了。好，这些都是无理的家伙，一点都不好玩嘛，太可恶了。您说的非常对啊。哎呀，好脏好脏啊，快洗干净啊，快，都被那个奴隶女人生的儿子给做脏了。那王子是奴隶女人的儿子啊？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年轻人会去乡下也是为了避免跟奴隶接触啊，这你都不懂啊。可恶，王启自治，我听到那种话我能够坐视不管吗？这可能不是开玩笑的话。什么？等我们回国以后再去请问王后吧，到时候看看再怎么样处理。哦，可恶！就算我是奴隶女人的儿子，却也是居萨罗国的王子啊！居然这样羞辱我，这种耻辱，有一天我一定要讨回来。到底是怎么样，母后？告诉他这不是真的，快说。是真的啊！母亲和我都是奴隶的身份。你说什么？王妃终于道出了过去的秘密。波斯匿王还年轻的时候征服诸国，意气风发，他想要迎娶身份最高的公主，而向血统高贵的氏家族命令送出身份最高的公主。世家族的长老们非常的烦恼，因为把公主嫁给非民们的波斯匿王会污秽了高贵的血统，可是也无法违背国王的命令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摩柯罗曼想出了一个策略了。他和奴隶生有一个女儿，于是就把那个女儿嫁出去。那个奴隶女儿叫做摩里香，是个国色天香的美女。长老们非常的高兴，大为赞成，把华衣穿上摩里香的身上，嫁去居萨罗国。波斯匿王一眼就爱上了这个美女，让摩里香当王妃，之后也非常宠爱这个王妃。你骗了我！你骗我！可恶的世家族！还有你也是，你以那张美丽的脸孔背叛我，长久以来一直嘲笑我跟我的国民。请原谅我，国王！不可原谅！你们已经不是王妃和王子，给我恢复原来的身份，住进奴隶小屋，明天开始变成奴隶，完成每日的工作。我怎么样都可以，只有王子，无论如何请原谅他。不要啰嗦了！王子没有罪啊！放开！奴隶的儿子就是奴隶。父王，将军，把他们给我带出去。哦，怎么了？快带出去！遵命。父王，住口！不准你叫我父亲。落入奴隶身份的王子和王妃，隔天就被强迫和其他的奴隶一起工作。为什么只有我遇上这种事呢？啊！一切都是世家族，还有父亲的错。我不再认他是我的父亲了，给我等着瞧！啊，将军，嘘，别出声。老实说，我对国王也有恨。你要知道，我的叔叔根本就没有罪，而是被国王冤枉杀死的。国王他是一个无情的人，王子你太可怜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登上王位。请你尽量忍耐，忍到你那一天为止。我知道了，拜托你了。这时，因病在奇园休息的世尊为王妃和王子的遭遇而痛心。释迦族的做法有错，可是波斯匿王的做法也不见得对，居然过于在意身份，疏远自己的妻子和亲生子，这是一件多愚蠢的事啊！世尊的话传入了波斯匿王的耳中，波斯匿王才决定把王妃、王子恢复原来的身份。可是国王的心结并没有真正的解开。那么，我可以像以前一样称呼您为父亲吗？请回答我。哦，将军和王子约定的那一天比预想的更早到来。停下来！回王宫去！把门关起来！干什么？把门打开！国王回来了！啊，你已经不是国王了！别开玩笑了，新王就是他！王子，我不取你的性命，随便你要去哪里。不孝子，你这是在对父亲说话吗？哼，不准称呼你父亲，这句话可是你讲的。你给我记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波斯匿王快马加鞭赶去遥远的摩羯陀国，他想向侄子阿阇世王求援。可是路途遥远，连可靠的马都失去了国王。当他到达摩羯陀首都王舍城时，已经是深夜了。王舍城全体由城墙围住，到了夜晚，所有的城门都关起来。打开门，我是波斯匿王。居萨罗国的国王来了，打开，拜托！啊！精疲力尽的波斯匿王，当夜就在王舍城门前断气了。就这样成为居萨罗国新支配者的琉璃王。他想要一洗在释家族所受到的耻辱，于是他集合了全国的军队。现在要攻向迦毗罗卫城，要给那些无理的释家族知道我的厉害。怎么了，将军？你怎么一脸不高兴的表情啊？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好讲的啊？其实我的想法我早就表达过了。新王登基不久就举战，这实在是太仓促太快了。你不高兴的话，可以自己留下。不可以。指挥全军，这是我的责任；接受国王命令，带动全军，这是我的使命。那是当然的喽。走，出发！必须要拯救释家族，可是世尊啊，我不能够让琉璃王的罪再积下去了。可是您的病还没有好啊！阿南，你的肩膀借我。是。不能过去啊！那就请他让路啊！师尊，这么热，你为什么坐在没有叶子的树下呢？为何不坐到那边的大树下呢？请别管我，这棵树是我亲族的树，没有比亲族的树更凉爽的树了。啊，他是在讲释家族的事，他的目的可能是想以自己来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亲族吧。那么我们就踩过去吧。师尊是集万民敬重于一身的圣人，伤到他之后，我们将永远会被人们唾弃的。撤退！撤退！可是琉璃王并没有因此而死心。琉璃王他选了别的日子，这次特别大清早的就率军出去。他心想，这么早出发，世尊就来不及阻止了吧。撤退！琉璃王又选了别个日子，这次天还没亮就出发了。他想，就算世尊再厉害，这次可来不及阻止了吧。好，撤退！好，这一次啊，绕远路，从北山口过去。世尊他已经生病了，那么险峻的路，他绝对不可能爬上去的。住手！啊，又来了。世尊他老了，释家族对你而言也是你的亲族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摩克罗曼是你的外公啊，领军杀死他们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孩子，母亲，我王子，请原谅属下再次谏言。释家族是我们的忠实友邦，把他们灭族了，就没有国家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了。友邦，快洗干净啊！都被奴隶女人的儿子给做脏了。奴隶女人的儿子，奴隶女人的儿子，哪是什么忠实的友邦啊？那算是什么亲族啊？他算是什么外公啊？全部杀光也消不掉这口气。世家族的家伙，我统统要杀掉，一个也不留。王子，这时代住口！下一次，如果说你再提这件事，即使是将军、母亲，我都不会留情的，一刀杀掉，知道吗？听清楚了吧？居然有这种事！这到此为止了，我王庆放弃吧。 他当国王的，现在已经太迟了。进攻！世子，你没受伤吧？把他们关上！ 琉璃王的军队攻入加提罗卫城。世家族的人吓得四处逃窜。杀！ 上次的事是我的错，我道歉。拜托你，还在我的面子上饶了大家，我的孙子。好了好了，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，无论如何都不放过。我要把你们全部杀光。那至少这样吧，我潜入池塘还没有浮起来的这段时间，请暂缓攻入，让城里的人逃出去。 拜托你，拜托你，好不好？求求你，求求你！最多不过是几分钟，他马上就可能憋不住气而会浮起来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就让你进去。谢谢你。奇怪，怎么这么久呢？你去查查看。是。 他已经死在池底了。他为了怕身体浮起来，所以把头发绑在石头上，这样就不会浮起来了。哦。他是想以生命换取更多人的逃命机会。他真是一个最有勇气的老人。哎，被骗了！杀，一个也不留！ 家贫罗卫城的房子都被放火烧毁，人们不分老幼妇孺都被杀死了。过去产生世尊，夸称全印度血统最尊贵的释家族就此灭亡了。释家族过于在意血统，得罪琉璃王，惹来灭国大祸。 国王也因血统而怀恨，犯下滔天大罪。在佛光面前，人们根本没有上下差别。到底人们要执着血统，执着身份，持续残忍地争分到什么时候呢？阿难啊，我要去旅行了。啊，这太勉强了吧？ 就因为人世是这个样子，我才要散播得救之道，直到最后一丝力气用尽，我要不断的说法下去。世尊，愤怒的失去理智，灭掉自己亲族的琉璃王。 后来并没有得到善终。据说琉璃王和他的军队被大洪水给冲走了。而国势鼎盛的居萨罗国后来也步上了释家族的后尘，消失在历史上。